来自 Go， 我们要不要走出一种六亲不认的步伐？这会儿配的乐应该叱咤风云，叱咤风云来得多哦，当中仰望，快点吧。哎，哎呦我天！要不我们几个上去怎么样呢？司机叔漂移，甩尾，甩尾，甩尾，哎。这俩人出门多有偶像包，后边跟个保镖。你说，别拍了，不许拍啊！别拍了，不拍了。子泽，不拍了。这活是我俩干的啊！都躲着。躲。电动车没劲儿了。没劲儿。哎，别拍了，过来推一下。不是，说这保镖推呀，保镖。我推呀，我推呀。我还得推车。我们俩是开路的。全都闪开！都闪开！齐双险，我往齐双险沿报道。展开，孟鹤堂来了，没人甭来，没人甭来，我饿了，拧油啊，没电了，完没电了，你俩下来吧，一二三，走。你俩多沉，你俩心里没数啊？啊？说你俩的，摄像老师，就你们俩。瞅你们俩胖的，这个相当于小孙悦，那个相当于半个孙悦。来，我们看看啊，车不赖我们，全是赖他们俩啊。我这里边我算是比较瘦的。啊？你踢我一脚，我踢一个就。还有上赶来一踢。不是，四哥，是这样。现在刚才饼哥把仓仓卖给我了，这么着，我踢你一脚。那他还踢不踢我了？踢你啊、我得踢啊，他踢他你还踢我，你买的是这仨你明白吗？那我不玩，你踢我一下得了，我不买了啊。那我买，来来，这不愁卖吗？这这是什么游戏呀、啊、这是太上瘾了。那你还得挨他一脚一会儿。我认了，行，这羽绒服可是你的，我踢吧，没人让踢，没人让踢，踢开花了啊，行，等会儿那我羽绒服 IT 是不是我得有半脚？行，我得有半脚吧？啊，这老弄这虚的，你隆起来干啥呀？没这衣服隆起来。等会儿我那半脚我不要了，来吧，不用掀开踢，你掀那半脚我不要了。过来过来，这玩意儿还能兜着点儿，一会儿给这羽绒服毛都踢出来了。这么转身，然后这儿提白腿鞭。对，鞭腿，快点吧！给，预备，走！哎，真脚啊！哎，这脚卖我吧，我想过不去。来了啊！干了，干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们的大战将。我们要求导演组把我们所有的帐篷和物资运回北京，且把西餐厅的账结了。好的，那接受个挑战呗。刚才捡了一个松果啊，这松树林里面有很多松果，五分钟之内找一个比我小的，行吗？来，你们看一眼啊，就这个标准啊。出发！呜呦西，四哥拉我一把。好嘞，好了，我找着了，我成功了。哎，你们要找五个，一人一个。这么多呢？哎，我找着了，这小吧，这小吧，这小吧，啊、这个吧，这行，这完整不？这完整。四哥，你看这个行吗？这算完整吧？小小小，这小，这小，这俩就行，这俩就够小的了。这算掉一个吧，这像玫瑰花吗？咱都带着吧，这个多好看。咱走吧，够了。来，汇报成果。那你放这吧，这个是标准啊。通过一个。哎，怎么带这么多回来？好，咱还通过。啊，五个够了。行，通过了。耶、yeah, yeah。